提到三寸金莲，人们不禁要问，妇女因缠裹而成的小脚为什么被称为金莲？金莲与小脚又有怎样的联系呢？三寸金莲这个中国几千年性封闭制度下的怪胎，在今天的历史长河中永远地消失了。但三寸金莲作为中国古代性文化中的一怪，它与吸食鸦片、男子留辫子齐名的陋俗同列为近代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可耻或最野蛮的三桩丑事。关于金莲的起源，说法不一。对此，有学者认为，小脚之所以称之为金莲，应该从佛教文化中的莲花方面加以考察。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在佛门中被视为清净高洁的象征。佛教传入中国后，莲花作为一种美好、高洁、珍贵、吉祥的象征也随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百姓所接受。在中国人的吉祥话语和吉祥图案中，莲花占有相当的地位，也说明了这一点。故而以莲花来称妇女小脚，当属一种美称是无疑的。为什么要在莲前加一个金字呢？这又是出于中国人传统的语言习惯。中国人喜欢以金修饰贵重或美好的事物，如金口、金钉、金銮殿等。在以小脚为贵的缠足时代，在莲字旁加以金字而成为金莲，当也属一种表示珍贵的美称。因此后来的小脚迷们往往又根据大小再来细分贵贱美丑，以三寸以内者为金莲，以四寸以内者为银莲，以大于四寸者为铁莲。于是言及金莲势必三寸，即所谓三寸金莲。后来金莲也被用来泛指缠足鞋，金莲成了小脚的代名词。小脚又叫三寸金莲，俗称为裹小脚，是把女子的脚用布条扎裹起来，使其变得又小又尖的一种封建陋俗。这种经过紧密缠裹导致筋骨畸形的小脚，竟被古人美化为三寸金莲而受到广泛赞美，乃至男子为之倾倒，女子为之痴迷。中国妇女缠足始于何时，说法不一。据专家考证，缠足最早只是宫廷中的一种舞蹈装束。相传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生活奢侈，酷爱歌舞。李后主的嫔妃叫银娘，美丽多才，能歌善舞。为了寻欢作乐，李后主乃命工匠用黄金做成高6尺的金莲台，令银娘用帛裹脚向上弯曲成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从而使舞姿更加优美，从而形成步步生莲花美妙景象。但这里的金莲并不是指银娘的脚，而是指舞台的形状，金莲由此得名。这种武装居然成为一种时尚，从后宫向上流社会流传。慢慢的，缠脚就成了女子高雅身份的一个标志。到宋代以后，下层妇女也开始缠足，这样缠足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也有人认为缠足始于隋炀帝或始于唐太宗，可谓众说纷纭。但多数人的看法是，缠足从五代十国开始，至民国建立宣告废止，相延几近千年。南宋时对歌妓的要求有四绝：脚绝、歌绝、琴绝、舞绝。可见当时已把缠足作为选美评美的一个标准。到了宋末，人们又进一步的以大足为尺，
女子不缠足就要被人耻笑了。在元代，女子人人效仿缠足，对不缠足的下层女子以轻薄奚落，说是半截美人、大脚仙等。大脚女子甚至连出嫁都很难。到了明代，女子缠足之风更盛，都以为这是时髦的表现。方曲中的妓女无不以小足为献媚男子之工具，例如在《欢喜冤家》第十八回《捉金莲》中就有诗云：“竹罢兰汤雪欲飘，横担七上束足衣。起来玉笋尖尖嫩，放下金莲步步娇。踏罢香风飞彩燕，不残明月听穷笛。几回宿向原被嫁，勾到王宫去早朝。”可见缠足对女子的影响之大。到了清代，女子缠足成为时尚。首先是汉人越来越小脚狂，从清代中叶起，皇帝一代不如一代，社会日益腐朽，统治日益松弛。后来奇女缠足也控制不住了，女子缠足之风更加泛滥。三寸金莲要经受骨断精残之痛，承载了无数中国妇女的血和泪。自古以来，虽不乏为女性痛苦呐喊的人，但更多的文人雅士却对女子缠足赞誉有加。许多文人墨客在其文学作品中长篇短论大加誉扬，比如世俗所称折腿碗最为灵妙耐人看，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金河托瓣月生涯，金兽邦柔绣满花。有的人用尖、瘦、弯、小、正、软、香，所谓五字诀、七字诀，把缠足分为超品、上品、中品、下品、劣品等。这种审美观也影响了女性以小脚取悦男性。比如清末流行的选美活动就是选小脚，男尊女卑的社会机制是女性为性玩物的男权思想，依附男性的女子心理和畸形的审美观都助长了这一恶习的流布。被幽默大师林语堂叹为中国人感官想象力最精致的创作的缠足是宋代以后的事情。随着缠足之风日盛，小脚一跃成为宋朝以来女性美的重要标志。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这是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明清时期，山西大同、河北盛芳等地以美女多著称，不过是因为该地女子小脚较美而已。过去还有天下美女出扬州一说，实际上与苏州头并称的扬州脚才是扬州美女最大的魅力所在。